今天是除夕哈，那过年了，给大家先拜个年。除夕嘛，跟大家聊个轻松快乐的话题，聊聊我自己的中国品牌新能源代步车。日常上下班短途，我用什么车呢？来看看就这辆雅迪 D8S。你说3-5千块钱买一什么电动车呢？我觉得这个车就特别有性价比，对吧？我买它呢，当时花了4000多块钱。为什么买它？第一，这个外形好看，对吧？这个海湾石油版涂装。另外呢，长得确实像个小摩托车，哎，这是一个。价格合适，就是4000多块钱，我买了一个续航能力啊，能接近100公里的这种代步车。你说这个价位真的很少有，对吧？从前灯到后灯到转灯都是 LED 的。哎，那同时呢，它这个人行灯还是一个方形的，很有辨识度。刹车方面啊，它是前盘刹后鼓刹，就是这种组合，哎，能够提高一定的刹车效能。这车还有就是电池了，买新能源都会在意这个续航能力，对吧？它电池用的是一个48伏24安时的电池，经过我实测啊，在这个天气比较暖和的时候，9、10月份的时候，基本上充一次电。我一个人骑能将近行驶达到100公里的一个续航能力，就是从我们家到天安门来回，用了50%的电，这么理解就可以了。那冬天啊，天冷，确实新能源车型，这个电车哈也会打折扣嘛。我这个基本就是55折，就是平时跑100公里，现在可能跑50公里就差不多了。所以这是一个续航能力的问题。充电方面呢，它是。不能拿家充啊，对，在外面充嘛，接那个小区那个充电电源，基本上得充一宿。就是如果用电剩个10%左右之后呢，哎，就得充差不多8到9个小时才能充满。然后这个电量显示啊，吐槽一下，这个其实一开始显示都挺准的，当它达到15%的时候，你再骑，它又从15%突然掉到6%，就那一下掉得特别厉害。其他的我觉得这个显示还是比较准确的，而且。我这个仪表不仅能够显示电池电量，还能显示我的动能输出，比如说加速时候是白色的，还有动能回收是绿色的，哎，我这有动能回收功能。就这个骑行三角这个姿势还是不错的，你看我这个身高180哈，走在这儿，它可以踩脚蹬子上，也可以踩在这儿。对，这也是买这车的一个主要原因，因为前面这个位置我是可以储物的，可以放东西，这个就是增加咱们去超市购物的便利性。我觉得这个车的大小还合适，因为就我除了自己代步之外，也是送孩子上下学嘛，所以孩子坐后面也是可以的。这个后座是自己后加的啊，大撑的是买车时候送的。买这个价位，这个车是很有性价比的。日常使用便利性方面，它不仅有一个你看储盒，然后这边呢有 USB 接口，里面还有一个外接的充电接口，就方便我在小区里充电嘛。这是使用上的，而且这儿看，哎，还有一个折叠的小挂钩，挂一些什么这个买的东西啊，挂在这儿就很方便了。它还有一个小的储物空间在坐垫下面，就是这里。怎么开呢？反向拧一下钥匙门就开了。这里不仅是放电池的地方，也可以当一个小的储物。你看我的工具包放在这儿。它这个电池呢是叫碳纤维电池，就是它的材质使用碳纤维这些材质，重量非常轻。我之前骑过一个那个三轮电动车，就是前面两个轮后面一个轮那个，后来不是不让骑了嘛，就给卖了。当时那个车用的也是一个差不多16安的电池的重量比这个还要再沉，因为那是用18650电池，所以这个电池重量还是非常轻的。虽然现在电池呢不能拿回家充电嘛，但是也是有时候你是需要拿下来的，因为有些时候像小区里没有这种外接的充电接口，你可以放在柜子里充的，所以这个电池是比较轻的。旁边还有应急开关，如果说发生短路，你可以通知这里断电嘛，来提升安全性。功率方面啊，它用了一台0.4千瓦的电机。就这个电机功率其实是国标嘛，就给400瓦，多了不行了。转成马力之后呢，是0.5马力，然后扭矩啊能有60牛米，所以这个动力表现还非常不错的。电车没有换挡，就是骑着非常平顺，我觉得它的整个这种骑行的感觉还是可以的。25公里是极速嘛，这也是国标哈。但是25公里对于电车讲的话，电动车啊其实也是比较快的一个速度了。有时候在小区里面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。它同时前后都是液压减震，这种减震能够带来更好的减震效果。我右边这个脚蹬子碎了，为什么会碎呢？因为有一次拐弯的时候不小心压到这个路沿了，然后就给压碎了。脚蹬子也是要求啊，你这种电动车你没有脚蹬子就不行。这个脚蹬其实就是方便于放脚，因为如果这个地儿放东西的话，只能踩脚蹬子了，我就装上了，哎，避免这个。拉东西的时候呢脚没地儿踩。我觉得这个车咱说在4000块钱左右，
是一个有续航能力啊，能够带来不错配置表现的车型。你像什么 USB 接口啊、啊挂钩，这都是全系标配。当然，我没有那些所谓花哨的配置，什么 NFC 感应啊，没有这些东西。当然，也没有手机远程 APP 嘛。但是，我觉得花这个钱，我要的是什么？要的是实用性和续航能力。所以，这个车都是能给你的。当然，你要说这个价位可能有些别的选择，我觉得这个车对于我讲的话非常合适，很实惠的一个选择。行，这就是我的中国品牌短途代步新能源车型雅迪 D8S。